朋友们，马上到我媳妇生日了，今天带她来买点好衣服。你现在还挺讲究品质。那肯定。我们今天来的是顺义的一个羊绒工厂店。北京现在一入秋，慢慢变凉了，现在上了好多秋冬新款，今天过来转转。哎呀，我看上这个了，这个特别适合果果。一上来就给你儿子看了点。今年他们家这个精纺的羊绒打底，颜色特别多，这边基本款，哎，摸着好舒服。薄的厚的都有，像您看的这种就是薄的精纺，这穿起来特别好，就是稍微有点肉穿人，它也会包容性很强。你看这小开衫，就很多颜色，这个开衫的颜色好多都亮色都卖没了，现在只有这两个颜色了。这水钻扣还挺好看。对，然后就很薄，然后就是马上能穿的，你看这个七彩扣，全是精纺的，68支的这种是。就很细腻，穿起来很舒服。给我挑个适合我的颜色。行，一会儿你可以试试那种抽条的。这些都是100%羊绒的是吧？对，咱们只做纯羊绒。这精纺的穿着贴身特别舒服。精纺的是羊绒里面是最顶级的，就是特别细纺的。它是选用就是又细又长的绒，它必须得达标。今年他们家一线成衣的这款式也特别多。刚刚导购说这边这些款都是用一根线织成的，全程都没有接口，这叫一线成衣。今年还有这种绣花的，我看。对，这个可有特点了，这是30年的绣娘绣的，这是苏绣，人工手工绣的，对，纯手工的。我跟我媳妇过来选衣服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媳妇逛衣服店是最有耐心的，真的是人瘦了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啊。现在大腿没那么粗壮了，瘦了10斤啊。这是一羊绒裤，贴身穿特舒服。然后这个五分袖是最近10月1就能穿的，这一身咋样？挺漂亮，挺淑女的。我发现模特身上这个黑色小风衣挺好看的，试一下。藏蓝色的，亲爱的，我试试这件，这件小码。这风衣是一个比较帅气的短款，我穿的是最小号，还挺舒服的，有点像那种机车服，挺酷的。我发现黑色的穿着特别显瘦，这帽衫怎么样？看着这个款式很年轻了啊。不错呀，我发现你特别适合黑色的衣服。我换了一个这个黑色精纺打底，这穿着比刚才那个更舒服。刚刚导购给我推荐一套这种慵懒复古风的，比较宽松，这个色系呢就是那种燕麦色，怎么样，适合我们？挺适合的。刚刚看有一家三口的亲子装特好看，给大伟也挑了一件，咱俩穿这红的挺喜庆的啊。果果那件呢？在那挂着呢，他今天没来上学呢。今年咱们3个人一人一件这个呗。春节的时候穿这么一套挺好。对呀、啊。刚刚看了一个带有小亮片的这个白色挺好看，这还有个抽绳的设计，我觉得很特别。我是不是适合这种白色？我觉得这应该白色比这颜色要好，是吧？这粉的我不敢穿，不好的话显得有点俗。这两年我媳妇慢慢的特别喜欢穿风衣了。纯羊绒的，这特别软，肩膀这儿一点也不压得慌，纯羊绒，亲爱的，跟你里面一样的。他们店里还有很多这种帽子、围巾，还有手套，这种小物件都是羊绒的。我刚刚发现身上这个衣服颜色刚好配这个手套，这边手套款式也挺多的。我们两个又穿上了一个情侣装，我媳妇最近特喜欢跟我穿情侣装。你很少跟我这样出街秀恩爱，是不是？我发现他们家今年品类真的是挺全乎的，羊绒护膝都有了，冬天腿怕冷的话可以备一个。今年新款做的还真不少，他们家这边都是帽衫，比去年选择性多多了。这是我刚才试那款，各种颜色的。今年这边一大排全部都是男士的，这前面第一排是精纺的，然后这边呢是偏中老年的这种颜色样式。从这儿开始啊，后面都好多是年轻款，我觉得你穿也好看。还有今年这种新鲜的花色，这边就是帽衫。每次试完新款，我都习惯再去这边特价区逛逛，有一些断码的或者基本款，价格特别实惠，看能不能捡个漏。今年这个基础款颜色还挺多的，都是100%纯羊绒的，男款女款的话599、699，价格真的挺给力。今年他们家不光款式做的多了，就连服务都升级了，现在这还有售后呢。刚刚我们试的那些羊绒衫，全都是用这种羊绒纱线织成的，有那个一线成衣那种衣服，就是用一根线织成一整件。这师傅是在修衣服吗？我看在织呢。对，他这个就是可能破一小洞，一小洞。对，还可以用同样的这个丝线重新再把它那个修补好，对对对对，就看不出来了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。我看现在是从
8月1号以后买的羊绒衫，如果有破损的地儿，包括后期想清洗呀、什么的，可以拿到这儿来，或者起球了能修剪毛球什么的。对，是的。这售后是终身的吗？对，只要是今年的8月1号买的、购买的，都可以享受终身的这个服务。这服务不错，羊绒衫在家自己手洗，有的时候麻烦，它洗不便，干洗店洗个衣服30-40，以后穿脏了拿这儿洗才可以。对，这是我们家从工厂调过了30年的老师傅了，手艺相当不错的。对，我们现在买羊绒衫的话，这个售后问题也就是一站之遥又解决了。对，今年2楼这个展厅也扩大了。新上了好多鹅绒的白鹅绒羽绒服是吗？白鹅绒，对。看了一下他们这吊牌，充绒量达到了95%的白鹅绒，这个肯定暖和冬天。试了一款长款的鹅绒羽绒服，穿在身上感觉特别的轻，这长款的看着也不臃肿，型挺好的。刚刚问了一下价格，他们这个白鹅绒的羽绒服短款的话699，然后中长款的话899。这边两排是特价的羊毛大衣，短款的话499，中长款的话699，价格也是很实惠。刚刚选了3件，给果果选的就是这个基本款蓝色，然后这个是我刚才试的这个长款帽衫，我觉得挺厚实，挺好看的。然后大伟选了一个男士的基本款，这3件，然后。手套呢？还选了一副手套，羊绒的，给您包了啊。果果，今天给你买了件新衣服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打开试试，试试大小。这衣服号稍微大了点，把袖子卷起来，差不多能穿。买大了好，能多穿一年。啊，这不是普通的毛衣，羊绒衫穿一年就小了，有点可惜。出台几张让爸爸看看。挺好看的，摆一个帅帅的 pose。